你们这些小屁孩啊，不要老是要人家给你除脂好不好？所以要人家帮你抽催血，来帮你氪金催血，是吧？不能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听话一点啊，真的不能这样子啊。做事情呢，他该有一个方向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除非是特殊状况，我看到了，我自愿的。红人先去看看你的账号啊，周啊。好，你这里带了二郎，带了索尼克。哇，你的钱都花完了，这个金币还是这么缺乏。一拳超人都是这样子，资源不够用，钱都天天都破产，是吧？那你这个任务呢？这怎么不调查呢？怎么会半途而废呢？是吧？这个有经验值，不调查了，放弃了是不是？好，没有关系，你可能好了，你可能在存活地，好不好？那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排行榜，49名啊，然后战力是89万。你要是真的这么喜欢这个道具，我们就存嘛。你看看那个无氪玩家台服有好几个标杆嘛，他们就告诉你了，他们今天不花钱，战力还可以弄到1亿，是吧？那我们也没有要求你这个要到1亿嘛，对吧？是吧？而且更何况你是买了催血，对不对？你要用你也是用爆山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你氪一半，你爆山你氪一半，你氪一半你弄两个出来，黄人帮你弄两个，好不好？结案。对嘛，你要启动嘛，哎呀，这就是要看到你这样子啊。好了，你下次再就有一个再说要吹血，我就把你账号都启用爆山，怎么样？哦，你想要这个是不是？你确定吗？你这么喜欢他？哎呀喂呀，怎么会买这种东西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下不为例哦。哦，你的其他观众朋友都听好了哈。没事，不要这个发信息过来说你要吹血哦，不然这都会修理你哦。真的是，这些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是吧？什么无氪休闲，你就氪金大佬，自己不氪金就叫无氪。我越看越气，我要退款。我跟你说，是不是未来的国家栋梁这样子？我跟你说哈。你这个账号已经列入我的追踪名单，你的催血在身上哦，一个礼拜后我要给你看一下情况，这个叫所谓的复诊。好，那我先给你提升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到两颗星，那好了之后，今天先帮你看一下什么关卡你没有打过吧。你既然那么想要催血，一定是有什么困难是吧？好，那我们拿到催血之后，走到竞技场一趟。你本来是39名，哦，前面这边这个对手怎么样？本来可能太强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已经有王牌角色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们摆在后面，摆在破落士这一号，然后破大王的装备脱下来给吹血，加生命加攻击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你的装备一定是比较少嘛，这看账号就知道，好不好？防御不要了，这两件也不要了，没有意思。这不要穿，这不要穿了，穿这个。啊，我们加点生命是没有关系，不然你又太脆皮了，是吧？然后你有加一点攻击吧，我们就按照你原本给波大王的，这个要点一下，刚刚狂人忘记点了。哇，这金币都不够啊！哎呀喂呀，这金币怎么会那么少嘞？哦，我看一下应援棒，十。还有刚刚储值的奖品，就这样啊。哦哦，这边有8000块，10000，这金币不多哎，这给的不多，是吧？这给的不多，你这个加一加，我们只能加一点。不过刚好材料也比较不够。好，走，你再自己提升哈，我们先去打架了。OK， 我们刚刚在看这个金嘛，我们跟金打一下。好，那索尼克对面吹雪，我们可能要放前排。铜币核心是吧？天空王你没有练啊？好，你铜币是一速，那我们现在是吹雪的速度不够啊，因为铜币速度太快了，哇，赶快弄一弄。
这边有一件，好吧，暂时给它加一点点就好了哈，也不加多。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加也不加多，加一点点即可了。吹雪上来，变成二速啊，上了崩坏之后就直接打了，刚好走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好，狂人，因为你这个钻石不能浪费啊，我们就打一场就好了，好吧？来展示一下你的吹雪给大家看一下，乖乖的，好好读书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能够读书的时候多读一些。哎呀，这吹雪。这吹雪怎么就这样子啊？没有气了是吧？这没有气了，这吹雪没有气了。OK， 我们这边再等一下。哇，血有点少了。哎呦喂啊！啊，吹雪怎么倒了？不对啊，这吹雪怎么倒掉了呢？没有错啊，这我们刚刚买的吹雪啊，啊，怎么买了怎么打架打不了嘞？哎，啊，这边怎么有一个游戏狂人啊？山寨版的游戏狂人啊？你要打熊眼啊？山寨版的，是吧？不是啊，为什么吹雪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我们先跟山寨版的打看看。怎么会打不赢呢？这吹雪是怎么回事？我刚刚没认真看啊，没暴击是不是？哎呀，铜仔也飞掉了！哇哇哇哇哇！这砸下来我可能不保了。我还有一小口气。啊啊啊！这配速这样子不好啊！来，给你索尼克，万一索尼克都没有暴击，没说这样子。哦，伤害稍微又打了一下，这次打山寨版的游戏狂人，五六拳。山寨版游戏狂人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不要乱用人家昵称啊，你很烂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子不行啊，你不强啊，是吧？你要取这个名字，你可打个辉煌的战绩吧？你这……啊鸟喂，这龙卷一波流还给我打成这样子，我打屁股了，是吧？好，山寨版的游戏狂人这次要扳回一城，第一次见见帮对面在加油，有没有看到人家还有龙卷呢？是不是完了？怎么感觉完了？真的完蛋了， BBQ 了，这个游戏狂人肯定要 BBQ 了。哎呀喂，我的天啊，索尼克也倒了，你索尼克怎么会倒呢？是不是？你等一下，这个这场打完，看到这个影片名字改成深藏不露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乱，好了，没有关系啊，取这个名字也很好啊，反正狂人也不是很强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有没有看到右边的游戏狂人多厉害？三两下的功夫啊，是不是？我早就看好你包赢了嘛。刚刚都是开玩笑的，很好，有守住就可以了。你再把吹雪给练练哦，这个账号吹雪练练哦，这一个礼拜后要回诊哦。这个就这个账号要回诊哈，今天影片就稍微比较短一点，好不好？明天再来，哦，狂人有事情，明天再来。